碾碎他们，单枪匹马的你，我是深渊，还是那个明示深渊的人？ 全军出击！我曾经抵抗虚空，如今我欢迎他。 一个都漏不了 ，nice， 等长剑，不要买鞋，买鞋打卢锡安没用。43的时候踢就行。 掉一个金蛋饼还可以接受。 真会抓人，恐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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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等着你出来呀、就等着你出来呀，盲星。这卢锡安不敢 A， 他其实 A 一下我就死了，他不敢 A， 真的 A 一下就直接没人，直接进。难顶。狙击不好上，血量有点高。我现在是真不知道这个技能他拉不拉回来，你们懂我意思吗？真的好恶心。你说他拉吧他不拉，那不拉回来吧他又拉，哎呦，到底拉还是不拉呢？拉还是不拉？到底拉没拉？一个这都不闪，是这改动学太多都不好判断，真的很不好判断。我这都能 Q 到我。哇，伤害好高哎，不好打。原始人崇拜我，向我祈求怜悯，我要赐给他们死亡。来慢了一点，射手真难打。手长伤害高，就我感觉他还很肉啊。这卢锡安生命值成长好像比我还高。
我围住你，一千五。对他生命成长是比我高的，感觉。你找对下属。神装，有啥？妈好疼的，我操打的。远程还连体难搞，真难搞。他补刀没掉多少，等一个血，出护甲型，出啥都没用。这逼想养我猪了，让这人别晕。瞎子只想吃这一血塔。去哪了？没意识到，肯定是正义连体，他这个肯定是邪恶的。远程打近战连体怎么能叫正义呢？这很明显是邪恶的，不能学啊！他断线呢，应该不会吧？他断线都不是很搞心态，先被小子吃了。挂机，他不会是想说别吃这个线吧？别吃这个塔，如果瞎子不听就摁吃吧。无限想自己吃。结果不让，没有在这里。我将用鲜血的海洋，挂机的不会的。说实话，他跟瞎子吃差不了多少。哎、我心情这么差的，上单要二塔其实会好一点，真不玩。还有这种事、啊？大的，下次应该打这个，我去看一下。我这是真吵架。
稻草人太团队了，你不上分谁上分？瞎子不抓他确实难受，虽然有一波是我自己跟那个卢仙换掉，但确实瞎子不抓他更难受，他几乎玩不了。还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定位啊，说实话，对自己的定位好像有点没认识到自己的定位啊。这游戏上分要搞清楚自己在每把游戏中的定位是很重要的。我操！不搞清楚定位会玩得很难受，难受，特别难受。他这把就是抗压路。啊！就你有疾跑是不是？我操！我队友也开始了。进来吧。Rampage。猜错了方向。这次没开成功。你的死亡是我的。怎么吵起来了？再买个十个，我操，这太有钱了，大伙。瞎子四级过来送，也不能说送吧，只能说他是被我秀了。但是瞎子呢，他没想清楚这个被我杀的风险会退这个卢锡安有问题，你懂我意思？瞎子的操作还可以，他不会越抽越勇吧？点上一首《绝不服输》。哎，绝不服输！哎，绝不服输！哎，绝不服输！哎，绝不认输！哎。他不会的，妈的！给自己点的手绝不认输吧啊那妈逼不会绝不认输起来了吧，操我他妈卡着钱没吃到，哎我打钱没吃到完了，哎呦，他把我踢开了吗？塔前都没踢到啊，那不会真给他顺起来了吧？675拿值675，这700块啊，这个二塔呀、啊！哎呦，你惹他干嘛吧？真是，操了，难受啊，大伙。把塔 Q 爆，就差一点血的被小兵打死，这你受得了吗？绝不认输。主要是死得很蠢，我操，他太难了。嗯。没有来逮我，
下怎么换个位置？可以。什么叫疾跑啊？恐怖大剑人，知不知道？对不起，你不认输，但是我得赢啊！哎呦，瞎子，你不认输，但是哥们得赢啊，懂不懂？哥们得赢啊！永远手持七波吧，是。我还挺痛的，要出穿甲，我感觉有可能被一发轰死都有可能。没了，走了。我队友被波杀呀，在这里，这你受得了？来个水银石，这一口打有点难。卢锡安能把人宰了？他应该会摆烂接着送的，我感觉送不送？我还真的摆烂接着送，开始修小兵，再打吗？滑步，滑。真敢打呀！不能跑得掉。什么移速增强，就这样，经济加香味，移速人高。太痛了，这穿透，哎，舒服呀，又赢了，看来系统是让我上去了。